合力扛起一大块的铁片，直接往漏水的屋里走。这栋砖造老屋，屋顶有好几个破洞，每逢大雨就会漏水。汤啊行啦，用汤啊行下，这个洞挂在砖上，也好啊，欢喜咧，要甲咱斗做，斗帮帮忙都食，也好咧。72岁的林北北独居多年，他左脚截肢，行动不便。横山行善团号召志工帮忙修缮屋子，帮忙清扫环境。这里面也要搬出来，好，接着去。有志工一大早从台南赶来台中，为的是尽份心力，就觉得蛮开心的啊。能够为他们尽一点点力量。将近40位志工来帮忙，台中市社会局局长也在服务的行列之中。连那个什么，触电管吼，拢在漏水，啊好，加在咱行善团来吼，规个安尼都拢下了，他们现在就吼，就起码整个一个环境会比较好一点。我们台湾都有一个行善的心嘛，哦，都做了非常喜悦。星期假日选择服务行善，帮助独居的林北北有个温暖舒适的家。大爱新闻黄景亮、学信台中报道。